还行啊。目前钓的这草洞差不多大，都是一两多的。下去就有口。都这么大，这条不要紧啊，摄影的都老爷子说赶紧拎上来，这一条也像样一点，其他都是一两多的。好呀，好呀。嗯。这就弄不了，这干什么？这个黄。这草洞里面掉出来都是黄的。今天一个小时的渔获，数量挺多，质量不怎么行。